烦二位，二位是齐王派来的，亲临刑讯，乃是为了改日向齐王呈报，免得本相向齐王转授的州城。多谢皇太君，虚伪。如此外臣，亦自当好好侍奉丰阳君。来，请。嗯，凤阳君，行。婉君，凤阳君，你为何对婉君动此大刑？这是齐王的意思。韩将军来的正好啊。我们一同看看武安君这真面目。齐王真面目啊！那就劳烦二位向韩将军说明。遵遵命，韩将军。苏秦冤枉，苏秦遭此酷刑，皆由我王应允凤阳君，你住口！承诺密诏而起，把嘴给我堵上。韩将军，住口！退下！苏秦无奈了，把承诺诏不过晚给他几日。不顾大局，竟擅自将昭君从荥阳撤回呀！凤阳君，撤军之事，你启禀国王之事，可不是这样说的。让你说，讲。凤阳君，闹坏了武安君的嘴，你可就审不下去了。什么样的承诺诏，要劳武安君亲手作为？武安君，凤阳君，你又何苦呢？你以为你可以要挟本相？你尽管说。武安君，请说吧。我齐王与凤阳君商定，只要赵国出兵，并说服韩魏合纵共齐，我王灭宋之后，便将宋国最大的城池陶邑奉送给凤阳君，作为。他齐王要我们费这么大的劲，我们找他要一点东西，不应该吗？凤阳君，是你，赵国将士乃是国家公器，以千万赵人的血汗成就第一人私欲。叛国之罪！你放肆，韩将军！赵国乃北相当朝，你算什么？乘胜封君又怎样？胆敢索公徇私，本将军就绝不会袖手旁观。韩将军，你不明白吗？凤阳君所得，可不是小恩小惠。宋国最大的城池陶邑，乃天下最大的一块肥肉，任何人都对他垂涎三尺啊！也正因如此，
我王才迟迟未将承诺诏送给凤阳郡。我王真是舍不得呀。国君，眼下五国抗秦，你齐国士卒何时遗失灭宋？怎么，韩将军，那天苏秦不都已经跟你说得一清二楚了吗？啊，韩将军真是贵人忘事啊！那天晚上，在秦将营帐之中，不都说了吗？说什么？原来还真是另有其人。怎么会是韩将军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武安军议会之秦军将领，原来是赵国登基。武安军，什么事儿？说，快说。都没想到，那晚与本帅相见的根本不是秦国将领，而是赵国赵将韩虚伪将军。苏秦，你胡说！韩将军，你怎么动怒了？武安君，你慢慢说。今日本相要审的就是这个，齐王想知道的也是这样。苏秦，你今日若把密会之事与本相说明白了，本相在齐王面前一定替你美言，到时候你也算是将功赎罪。不枉受了这几日的苦啊。将功赎罪啊？本帅何罪之有？联军攻秦，大战在即，而前方密探上城军情说，你赵国赵将韩虚伪将军，他竟然主张联秦，换作是凤阳郡后院气候，能坐视不理吗？武安君，你怎么颠倒黑白？韩将军，你说武安君颠倒黑白？从秦国回来的密探还说，韩将军不仅主张联秦，而且还与秦王商定要密见我苏秦，无论会谈结果如何，皆保我全身而退。如此，我苏秦既为联军统帅，便要知彼知己，而且本帅忠心一片，坦荡无惧，故而决定前往。那天晚上就你二人吗？三人，还有秦王。秦王也在？本将根本没有见过秦王。他们来见你是劝你归降。不错，可是他们不了解我苏秦的为人，即便是高官厚禄，又岂能说服苏秦背叛我王，与韩将军为伍？苏秦，你为何编造如此谎言？既如此，他们就这么容易把你给放了？本帅虚与委蛇，为了抽身而退，必为当场表态。武安君在临淄，为何未向武王禀奏啊？赵国出了如此变故，我怕说了，我王会担忧猜忌，事情紧迫，本帅便决定先来邯郸，尝试说服凤阳君出兵啊。苏秦，你韩将军，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。本帅知道你与凤阳君政见不同，如今凤阳君主张联齐抗秦，而将军却主张
联秦抗齐，不然的话，韩将军亲赴秦境，与秦王会晤，又从何谈起？苏秦，好了，真相原大白，把苏秦带下去。先请外面休息。林将军，韩将军。苏秦这个人我是知道的，巧舌如簧，善于辞令。虽然现在位高权重，但是为了保全自己，也不免栽赃陷害。冯阳君觉得他是栽赃陷害？刚才所说韩将军借助敌营与他私见，还有与秦王会晤之事，纯属信口胡说。冯阳君是这么想的，必然是信口胡说，凭空捏造。韩将军，所以刚才武安君所说什么承诺诏，还有本相答应遗失恭送，还有齐王要将什么陶艺割让归于我等等，皆为子虚乌有。子虚乌有，子虚乌有。这些都是子虚乌有，自始至终，在这行堂之内所言之事，皆为子虚乌有，无稽之谈。你我同朝一将一相，竟莫上了他人的当。放心吧，里外的侍卫都被我换走了。我知道将军会来。武安君，你为何要陷害于我呢？真是陷害吗？武安君所言皆是无中生有，可有一言却是事实。哪一年？在赵国，将军主张联秦抗齐，而凤阳军却主张联齐抗齐。将相政见不同，各国皆有之。可将军对自己的主张，不仅有言，还会有行。
将军深夜来看我，一定是听懂了苏琪那句话，与齐王会晤。吴安君，你的意思，我去见秦王？将军若是信我，只要去了，一切便会真相大白。吴安君，你让本将军很是好奇。若将军顺利，自然会明白苏琪前因后果，如同一汪清水，苏秦好懂。将军，本王等你多时了。在下韩世伟，见过秦王。韩将军果然英武不凡，快请入座。请。吴安君是燕国奸臣，又没齐国，不知韩将军觉得此计可行否？这个听起来十分诱人，可真要实施起来，变数太多，在下说不好。何况眼下吴安君有被囚禁在赵国，赵国若与吴安君对峙，此歼其灭其之计便要半途而废了。可惜呀，王上，吴安君辛苦谋划之大好良机，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就覆水东流？听将军之意，愿助吴安君。皇上曾经燕国为质，应记得齐师攻燕之暴行。燕国生死存亡之际，是五国先君武陵王振臂一呼，联络诸国，奋起抗齐，这才逼迫着齐国撤出燕国，燕国得以保全，从此赵燕两国永结盟好。本王不也一样吗？当年亦是贵国赵武灵王派赴燕为臣的乐毅将军亲自护送，千难万险才送归秦国。本王对赵国之情自是与众不同，可不知赵国如今对我秦国？
这几年，我新军上年幼，而凤阳军权倾朝野。当你思谋而待大国，国内臣民早有不忿。此次因凤阳军之故，我赵国也派了兵，但亲秦误齐之大国策，永不变更。韩将军，本王明白了。看来又要劳穰侯再跑一趟了。臣遵命。函谷关若无大碍，让白将军跟我一块儿去吧。穰侯，现在还不能说无事吧？武安君想做给齐王看的实证，现在人不在荥阳，我等亦可代为行之啊。韩将军说的甚是。武安君虽然身陷囹圄，我等大可代为行事。那就你们打你们的，我们守我们的，先让这个阵势热闹起来。韩虚为回赵后，李兑勾结齐国，密定承诺赵一事败露。赵惠文王大怒，下令抓捕李兑，随即又任命韩虚为带领赵军驻扎在魏国荥阳，加入五国之列。函谷关外，苏秦集结五国将士，佯攻秦国。期间看上去热热闹闹，声势浩大，但并无真正的战役。在赵国，李兑失势，赵惠文王终于在18岁时等来了自己亲政的日子，并立即以卖国之罪除去了专断霸权的凤阳军李兑。赵王从此也成长为一位真正独立的君王。武安君，穰侯，将军，秦王将相皆知，苏秦真是好有面子。我王特命武安君入秦，敢不远见高迎啊？入秦？难道苏秦？先生放心，仍在先生谋略之中。如此，苏秦应该反齐，而不是入秦。可先生经此一劫，毕竟穰侯荣比。苏秦遭此劫难，全拜齐王所赐。其用意是在探明苏秦究竟居心何在。所幸多方援手，苏秦不仅未曾暴露身份，反而更加信任。在此之际，苏秦见齐之事尚未完结，岂可半途而废？可我王特意嘱咐他，秦王恩典，苏秦心领了。武安君，你王上驾到！外臣拜见赵王。赵王，不用多礼，都是韩许为的意思，要本王与你们在内廷见面。来，各位入座吧。请坐。委屈诸位了。不知武安君下一步如何安排，不敢大张旗鼓。多谢赵王、将军体恤外臣。方才外臣已对穰侯、白起将军言明，苏秦要反齐，
反齐。若苏秦不反齐，齐王定会起疑心，齐国不灭，苏秦誓不罢休。武安君失之不明，本王敬佩，但此时反齐过于凶险，所以敢请赵王再援手相助，让凤阳君亲自向齐王禀陈，对外臣严刑拷问之结果。好，召凤阳君至齐王起，齐王所托之事现已查明，武安君苏秦夜会秦军，实为秦军头目有投诚之意，期盼密谈。武安君为刺探对方军情，冒险为之，皆为齐国之利，无半点叛逆徇私之心，望齐王明察。凤阳君李队。大王诏命武安君不得入境。胡说，武王怎会有如此诏命？就是，这是大王的口诏。那我要去见我王。为武安君着想，还是不要去的为好，不然武安君尚未见到大王，就会被我国臣民撕成碎片。为何？这个武安君应该知道吧？莫非是因为我杀了张奎将军？难为武安君还记得，难道还想去继承碰碰运气吗？以末将的意思，武安君还是识时务些为好。竟敢如此无礼！这可是你王亲封的武安君啊！算了，回齐国去，回齐国见我王去。哼！爱卿，快！爱卿受苦了，师座。多谢我王。来。我王恩宠，臣受宠若惊。免礼，快坐。凤阳君信上所写为何？你二人可否知晓啊？启禀我王，凤阳君令卑职转达我王，武安君对我王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爱卿啊，路上可否顺利啊？启禀我王，武安君在燕境受阻，燕人言说武安君若入燕境，当被燕国臣民生吞活剥。尔等可知这是为何呀？禀我王，臣等已查实，此皆因武安君效忠我王，亲手斩杀燕将张奎所致。哼，尔等还算是明白人。武安君对我王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啊。可先前尔等向本王不是这么禀奏的。启禀我王，臣从未说过。尔等说武安君密入函谷关，与秦人勾结。并非勾结，是密谈。武安君对本王的忠心日月可见，尔等非但不查，反而诬陷武安君。我要不是本王明察秋毫，安君早就因为你们的诬陷死于非命了。王上，王上，王上，臣从未诬陷过武安君。来人！是王上，王上，王上，臣在。拉出去，斩了！王上，冤枉了王上！王上，王上，王上，冤枉了王上！王上。武安君临召。
臣恭临王诏。武安君苏秦，召封为骑将，驯服前敌，统领合纵联军，进攻函谷关，务必尽心竭力，克敌制胜。臣遵王诏，叩谢我王恩典。武安君，有劳将军了，请随我来。武安君，别来无恙啊。秦王，丞相。先生无恙吧？凤阳君的书信派了个好用处，还有张奎将军，他没有白死。先生，请入座说话。请。先生，齐王何时议事公送？在等苏秦的消息。先生，如今不仅是武安君，亦是齐国的丞相，看来齐王对先生已信任有加。形势越来越复杂，为了骗过齐王，引出了韩虚伪。可韩虚伪本是亲秦，现在却任命赵军统帅攻秦，而凤阳君被赵王幽闭一事，也瞒不了多日啊。庆幸的是，各国已攻韩国。是啊。所以，苏秦要敦促齐王早日攻宋。可我们以为，即便齐王挥师攻宋，诸侯各国也未必会一呼百应，一致反戈攻齐。为何？先生与燕王对齐国齐人有深仇大恨，反戈攻齐势在必然。可其他各国与秦国并无此深仇大恨之必然。好似我秦国，自寡人执政继位以来，一直奉行联齐大策，若与其兵戎相见，相互损耗，使他国趁机取利的话，那就不如齐秦两强国盟好，而更有利于我秦国。如今先生让本王改弦更张，本王还是想再问先生一句，消耗兵力即便折损了齐国，但对于我秦国又究竟有何实质的利处？是啊，要各国都跟随反戈攻齐，人家也得算计一下有何好处嘛。秦王所言的确是要害，各国合纵，屡屡临阵退缩，有仇不报反为奴的事也不新鲜。秦国既已决意助先生灭齐，便要谋划周密，做到尽人力。各国伐齐，说到底不是为了讨取公道，而是为了谋取更新的利益。所以出兵伐齐，各国分别该出多少兵力，因各国与秦国相隔远近不同，消耗粮草不一，又分别该分摊多少军费才算公允。更要紧的是，各国所出的兵力军费不同，一旦灭齐，各国又应该分担多少好处才是。此章未达，各国所想的并不是如何顺利灭齐，而是灭齐后能得到多少好处，且此好处必定是你多我少，利我必将损你。如何让各国全都心满意足，此商议要耗费多少时日，且不商议，上阵必又是一盘散沙。秦王所言，皆在苏秦意料之中。苏秦明白，
秦王要的是万全之策，可苏秦以为诸事皆求万全便无法推进，苏秦相信水到渠成。水到渠成，先要查看地形，才能引水成渠。若洪水汹涌而至，而前方是四面环山，一条死路，那便成不了渠，可要成灾呀。无论如何，苏秦当前要务是说服齐王速速移师攻宋，不然此前万般努力岂不皆化为泡影？然后以为呢？箭在弦上不发可惜，臣以为可派韩聂也去齐国，与其空等变化，不如让韩聂伺机先发制人，让齐王首先发难于我。好。秦王特使韩聂觐见。外使韩聂见过王上。好，好啊，韩聂，你来了啊。函谷关那边，你家秦王撑不住了吧？敢请王上借一步说话。皇上合纵五国攻我，其实是为移师伐宋吧？韩聂，你怎么会这么讲啊？敢问王上，是还是不是？是武安君告诉秦王的。武安君是王上的丞相吗？又怎会将如此大事告知于我王？再说武安君自开战以来待在前敌帅帐的时日屈指可数。是吗？你好像对我军阵营的情况了如指掌啊。禀王上，五国联军拥堵在我秦国萧韩之外，在下惶恐，总得设法打听一下。向谁打听？我秦国密探之厉害，可是列国之首。韩聂啊，那你此次来齐的意图是？在下带来我王口罩，只要王上解除我函谷关之围，皇上出兵攻宋灭宋瓜分宋地，一切皆与我秦国无关，秦国概不干涉。不过只要王上将五国联军撤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兵一卒，我王才肯跟王上签订互不干涉之约。互不干涉？我王应允王上出兵攻宋，王上总也要答应我王些好处，不然我王岂不是太没面子？秦国函谷告急，五国联军答应撤兵，这不是天大的面子了吗？不尽然吧。只要王上移师出兵伐宋，我函谷关大吉便会随即而前。除非王上把掩人耳目的齐军主力永远绑在我伐秦的战车之上。韩聂啊，秦国到底想要什么呀？只要王上与我王签订互允互信互不干涉之约，王上出兵攻宋便无一国敢说半个不字。我王不会分享贵国灭宋之梗，
请王上答应，鬼国在出兵灭宋之际，我秦国亦可出兵攻魏，且互不干涉。可本王真的不知道秦国看上魏国身上哪块肉了。安邑，魏国旧都，的确是块肥肉，比不上王上的陶艺吧。王上这是答应了？好，韩烈，就如秦王所愿，齐秦盟好，利益均沾。武安君到。臣苏秦拜见我王。抓起来。启禀我王，这是为何？武安君，吹青草，白露成霜。